很想骂脏话，很想骂脏话，对，其实也蛮危险的、啊，所以就是蛮两难的，对啊、嗯，一方面经济，一方面是人民的健康。我觉得停业是应该的，因为现在变得太严重，那时候觉得怪歪已经很严重，所以应该是停业比较好。可是我觉得停业太久了，就是已经没有生计了。就接局，有局就接，对啊，朋友局什么都接，是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没有那么严重，对，没有把疫情当疫情的情况下，所以去接局这样，没，好像也没有办法帮助到什么哎、欸，对啊，希望可以赶快解封，对，所以你这两个月都没有收入，对，完全也不敢接，完全都不敢接 ，KTV 有开放，所以就会可能跟朋友去 KTV 唱歌。或是因为没有钱没有收入，所以还是可能接一两个小局这样子。有想过，可是有想法没有行动。因为毕竟听一定会听多少听有去那边的人说，现在海关真的蛮严格的，对啊，而且去那边也不见得你可以接种到疫苗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就没有任何行动，只有想法而已。美国。因为一去就可以打了，而且可以边上班，可能边出去玩。可是听说现在美国抓得很严，而且不一定会打得到，就是不一定能在那边打，而且海关抓得很严这样。所以你干脆就留在台湾打。对，因为去美国也是一笔开销，而且现在没有生计，所以去那边就是花更多的钱。